好，大家好，我是安石，那我们就继续来玩第六段的 Happy End 吧。啊，我觉得好长哦，天哪！而且我们现在还剩下，我们连那个医生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医生就这样消失了耶。对啊，我们医生就这样消失了。我们不是应该是要去帮医生那个解决他的问题吗？现在变成要解决谷谷风跟那个来位子的，他完全不明白，知道吗？完全不明白，天哪！所以我现在要做什么？好吧，我们稍微看一下要怎么触发剧情吧。哎，那家伙就这样，秀也莫名其妙就这样消失了耶。先搜索一下二楼吧。是啊，还有这个密码还没解开，这四个密码。Blaze， 哎，你好，安安。不，你的英文我不太会念。好，那我们先解开，要想办法解开这个谜题。有四个密码，四个码的东西。Bladetr， Tyrant， 安安，你好。你有什么绰号吗？这样比较好念。哎，开着呢，这里恐怕能看到记忆，有钥匙的话就好了。你看到记忆啊？今日は一人かい？ママは一緒じゃないの？今天一个人吗？妈妈没有一起来吗？先生はママが一緒じゃないと嫌なの？医生觉得不和妈妈一起来的话不好吗？いや、そんな、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くて。あ、不、不啊、不是啊、怎么会呢？我不是那个意思啦。先生、臨床に私情を持ち込まないでください。医生、臨床診断時、请不要带入个人感情。違うって。一人で病院に来られた。好、等下去看一下飲料价格。能一个人来医院、我觉得很厉害啊。本当？偉い？偉い？很厉害吗？很厉害吗？でもママはパパのものよ。不过妈妈是爸爸的哦。什么意思？先生，臨床の事情。他是告诉医生是妈妈是爸爸的哦，你不能给我抢我妈妈之类的话吗？だから違うって。先生怖いよ。怖いね。ごめんね。この子貸してあげるから笑って。把这个孩子借给你，笑一笑啦。これは。就是。メイプルとリリーっていうぬいぐるみ。ママがいなくても寂しがらないで。嗯，这是叫小风和百合的玩偶，就算妈妈不在的话，也不会迷，也不要寂寞啦。什么意思？小风跟百合不是谷谷风跟他妹妹吗？君はいいのかい？你不要紧吗？寂しくない？不会感到寂寞吗？私にはメイプルがいるから寂しくないよ。一针见血。ありがとう。じゃあ少し借りるよ。就稍微用一下吧。先生。那护士快不行了。何？早く診察をお願いします。后面还很多人在排队。哎，凯撒安安哦。これが本当の鍵か。那才是真正的钥匙吗？啊，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自信能够把那个什么，哎，把那个医生的找回来这样子，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找到任何点啊。他对他小孩死掉。好，我们继续。好，那我们得到了钥匙。取ってきますね。我去拿回来。これセットになってる。这两个是一对的。二つで一つだったのか。合わないわけだ。将小风跟百合放在一起了，获得了小风和百合，这怎样啊？彩婷安安。楓さん、肩を貸してください。风，
请你靠着我的肩膀吧。咦？哦，上面那个恶心的东西是什么？而且来位置只剩一滴血，这样就死掉了。来位置，无论做什么都半途而废。说是只有音乐的归是啊，只啊，对不起，说是只有音乐是归所，结果那也半途而废了。公知职员，为什么不放上交商品呢？把人性商品放在主要位置吧，那种没人气的乐团放在角落里就行了。哦，所以说我们没有帮忙卖唱片，斗争和往常一样在那边自弹自唱的人，明明没有人在听的。虽说 CD 全交给你，不过也不要放那么多奇怪的东西啊，连我都会生气的。哎，喜欢的东西不应该作为工作，因为我很清楚地看到与理想的距离。凯撒安哦，你一直都有在听呢。哎，突然向你搭话，真的很抱歉。那为什么明明没有人在听，你还要唱呢？嗯，你问我为什么要唱歌？我又不是想成为受欢迎的人。我曾经有被歌声所拯救过，因此想要成为能够唱这样歌的人。所以观众能说什么的都无所谓啊。点点，所以他不在乎有没有观众，因为他是想把他自己歌声传送出去，这样子。这个样想法，想让更多人听到他的歌，这样子。这时候，仿佛这世界只剩两个人，不眠安安哦。欢迎回来。你又是谁啊？哎，哦，我是来位子。嗯，还是不行。差不多要吃饭了吧？从打工那边拿到便当，我放在冰箱了。我帮你拿过来吧，帮我拿过来吧。我觉得来位子怪怪的，他到底能不能解放？我觉得他解放不了。我现在觉得医生跟来位子都没办法解放。拿到两份便利商店的便当，我们看一下。我没有拿到。好久，将便当加热了。摆放着餐具，给你便当。嗯，谢谢。啊，好想快点出道啊！你有说过观众人数没有关心的吧？既然要以唱歌为主，那当然要有比较好啊。有充分地加热过了吗？把喜欢的事作为工作，我觉得是一件很辛苦的事。确实辛苦的地方也是有的。那样的话，不喜欢的工作也是一样的吧？因为喜欢，所以才去跨越吧。哦，哦哦，天哪，这家伙错了，工作没有像他想那么天真，只是在说些漂亮话算了，漂亮话罢了。怎么了？突然沉默。斗真，你在说的不就是漂亮话吗？或许是吧，但是不说些漂亮话，永远不会有好的事情的吧。唉，这样啊。我并不是对这家伙感到十分的烦躁，而是这种乐观，对无法向前看的自己而感到烦躁。好，我们继续存档。行くぜ。走吧，已经可以了。啊、嗯！哇，我觉得来位子跟那个医生。さくらちゃん、行く前に一つだけ聞いてもいいかな？哇，该不会要选择了吧？はい。はい。私の絶望って言ったよね。我已经说了我的绝望了吧。あいつ、彼氏はトーマって言うんだけど。那家伙男朋友叫做斗真。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バカで、調子乗りで。是个无可救药的笨蛋，而且经常得意忘形。でもいなくなったらいなくなったで、虚しくて。但是。他不在之后，就越发现越发的空虚。これからでも、
这之后有没有能够为他做的事情呢？我觉得是有的，请去见他吧。哎，这样怎么选啊？这样怎么选啊？哎，这样怎么选啊？哎，我们选烂一点的哈，请去见他吧。ここは反正刚有存档。さっきみたいに強く望めば会えるかも。这里是梦境，所以像刚才那样，强烈的祈求的话，说不定就能见到。そっか。強く望めば。强烈祈求的话啊，你这样看台破二十有唱歌吗？哎，不会，稳定二十在唱，没有啦，短时间不唱歌。因为我们现在家里好多人，太尴尬了，是吧？是吗？强烈祈求的话，行くぞ，行くぞ，走吧。好，那我们先要解除，在呢。無理はしないでください。请不要勉強自己。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る場合じゃないだろう。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吧？アズマ、あんたにはやれることがあるだろう。無期、对你来说有要去做的事情对吧？患者のためにやってきたんじゃないのか？不是一直都为了患者做的这种很多事吗？僕はもう医者ではないよ。我已经不是医生了。もう一度やり直せばいい。再一次重新来过就可以了。昔ね、好きだったんだ。あの人が。以前呢、我对那个人很喜欢的。谁知道？あの日、娘さんと病院に来た時。那一天，他和女儿一起来医院的时候。懐かしさとか思い出とか、很怀念的回忆啊什么的。何もできない僕とは違うんだって。和那个时候什么都做不到的我不一样。それを見せたい欲に駆られてしまった。我想让他见识到这些，而冲昏了脑袋。娘さんをその道具にしてしまった。真的假的？你把他女儿当作工具，所以说其实你是故意不治好他喽。結果がこれだ。后果就是现在这样。医者の本分を忘れて、男としても失敗したのか。天哪，真的假的？这不是有没有医错医死人的问题，也是医德的问题了耶。忘记作为医生的本分，而作为一个男人也失败的我。負け犬以下じゃないか。有一个人在忏悔，你们在吃什么泡面啊？真是太奇怪了。一个医生在那里忏悔，你们在吃泡面。不就是个丧家之犬吗？でも患者さんは東さんを待ってますよ。但是病患们都在等無期先生啊。中身がどうあれ、あんたは今まで人を救ってきた。不管过程如何，你至今为止一直在救人。これからも救えるんじゃないか。之后不是也能继续救人吗？不要无视这些，上次放弃做医生啊，生气了。对我来说就是。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よ。这种事我是明白的。哦，僵尸。哦。曾经是好情的人。曾经是好情的哦，曾经是好情哦，他是好情。OK， 医生，好痛苦。見ろ、僕のせいでこうなったんだ。看吧，因为我的错，所以变这样。僕のせいで、木の葉ちゃんは死んだ。因为我的错，好情死掉了。僕を解放して、ここから出たいんだろう。你想要把我解放，从这里出去对吧？解放されてやる。就让你解放吧。不行啊！哇塞，这个声音好大声！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れ。你给我稍微等一下。死んだって食材にならないのは
分かっているでしょう。就算死也无法赎罪的，你也是知道的对吧？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ても本当はみんな行きたいのよ。就算是说这种话，明天はいいことがあるって思いたいの。实际上还是想让大家活下去的，还是想认为明天会有好事的吧。でも悲しいことが多すぎて、もういいことは来ないんだって思ってしまう。但是悲伤的事过于多，就会觉得好事不会再来了。あなたもそう。私もね。你也是这样，我也是。所以说，来为子欣解放了吗？もうこの子はいないの。这个孩子已经不存在了。現実逃避の道具にまでしないで。不要再把它当作逃避现实的工具了。崩溃，我还在啊，为什么又说我不在了？天哪！じゃあ、天哪！どうしたらいいんだよ。刚刚那个小孩超崩溃的耶。那等一下，等一下，让我冷静一下。这小孩超崩溃，知道吗？刚刚啊的超崩溃。我消失了吗？这样子感觉。那该怎么做才好呢？你要救更多人，你要为这个社会付出。楓さん。风。ごめん。限界。我没有不想理聊天室的观众，只是我已经在剧情里面崩溃了，还怎么理观众？傷口が開いてる。傷口裂開了。寒い。好冷。明明已经包扎过了。我的想象没有传达给你吗？阿斯玛さん、お願いします。武器先生、拜托你了。你还可以救更多人。ダメだ。不行。もう、僕に治療なんて。我已经不能再做治疗这种。お願いします。求你了，医生，拜托你。傷が深い。早く処置しないと。伤口很深，要尽快处理。東さん。武器先生。你要去哪里处理？あがない。ここでは道具が。イメージしてください。どうすれば治療できるのか。先想象一下，如何才能治疗。あなたならわかるはずです。你的话应该会明白的。イメージ。想象。どうすれば治療できるんですか。要怎么做才能治疗？それは。那是。嗯？我们出来了。東さん、早く。あ、怎么一脸厌恶的样子？一緒に中に運んでくれ。一起把他抬到里面吧。现在手术中。私ね、彼が死んでからまだ会ってないの。我呢，从他死之后都还没有见过。当然，因为他死了，当然没有见过啊。実感しちゃうと。これまでの自分が否定されてるみたいで怖くて。实际感受到的话，就好像否定了至今为止的自己一样可怕。でもそうやって逃げてくと、また別の罪悪感があって。但是像这样一直逃避的话，又有了其他的罪恶感。器の小さい、なんて弱い人間なんだろうって。实际。度量这么小，人是多么脆弱的啊！私、あいつに何もしてない。我没有让他，没有为他做过任何的事情。自分勝手だよね。还真是自说自话呢。願えば会えるかも。祈求的话，说不定就能见到。会いたくないな。今の私なんかが会えない。还真的不想见到呢，现在这样的我是见不到的。
死んだ人に何かするって意味なんかないって思ってたけど。想为去世人做些什么，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誰かに何かをしたいって思うことをやめてしまったら。也想要为某人做些什么，停止去这么想之后。私も彼も本当に消えてしまう気がする。我和他都有一种真的会消失的感觉。行くわ。好哦，一桥晚安，走吧。手伝ってくる。我去帮忙了。汗を拭くくらいはできるよ。仅仅是擦擦汗什么的，还是做得到的。誰かに何かできるんだって実感したい。为了某个人去做一件事，我也想体验一下。東さんもきっと同じ。我觉得观众和安室中间有一道无形的墙，就是这样一个人排挤我们的全部。你们在这里吃泡面，我哪知道你们在干嘛？好啦，谁要考试啊？没有人考试吗？哎，对啊，考试是谁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考试，一小有考试吗？他不是说明天要上课吗？对，一小不是说明天要上课吗？好啦，那就一小晚安咯，谢谢你的收看。好，等下我先拉回来。武器先生一定也是这样的。唱呼呼呼呼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呼呼是什么耶。終わった。驚いた。麻酔でも眠らないんだよ。结束了，真是令人吃惊，就连麻醉都不让他睡着。夢ですからね。美苦安安哦，因为是梦啊。夢か。做梦吗？しばらく動けないだろうが、彼は大丈夫。虽然暂时还不能动，但他已经没有事了。ローミさんも頑張ってくれた。刀剑小姐也很努力呢。不可能啊，我今天不能唱，今天人太多了，今天家里人太多。为了某个人吗？最初はそうだったんだよ。最初就是这样的。だんだんと日常に飲まれて。但是渐渐习惯于日常，就忘了这些。それに気づいていれば、あの子は専門医のところで助かったかもしれない。注意到这点的话，那孩子说不定已经在专业医生那里得到了救助。もう一度、患者さんのために医者をやろうって思うんだ。我想再一次，为了患者成为医生。一生罵倒されて生き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受け止めなきゃ。说不定会一辈子被骂着活下去，但是。我也一定要接受。そうだ。もう一度。没错，再一次。僕にはそれができるんだ。我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耶、yeah, ，医生升华了，太好了，我们就有一个医生，再来是来位子，拜托你也要升华，拜托。阿斯玛さん、強くなったね。好了，彩婷加油。明天要比赛，要比什么？彩婷加油、哦！武器先生变坚强了呢。行きなさい、古谷君のとこへ。走吧，到谷谷君那边去。私は大丈夫だから。我不要紧的。哎，那右下角那个人呢？もうとっくに願ってるよ。早就已经在祈求了，出现了，他也要升华了。一緒に行こうか。一起去吧。他也升华了吗？永远在一起，哇，好棒哦！比方说，哎，我第六个结局了耶，永远在一起，继承用。存这个，继续，应该可以继续接第七个吧。对，
可以接第七个。欸，可是第六个跟第七个超远的耶。等一下等一下，第六个跟第七超远耶。等一下，那个水果安安哦，忘记哪一种水果。洛梨跟柚子吗？洛梨安安猫，八万安安。等一下，哦，后来没有帮你做名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欸，我要做什么？啊、哦，水果就好。OK， 那我之后再帮你做名片。啊、哦，这边。好，那因为这边都一样的，我们就这样换过去。等一下就是我选择。哦，琵琶，对不起，对不起。好，因为我们这边都看过了，主要是这边跳过去要走第七个结局。哎、欸，哎、欸，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应该有别的。一个谁？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要怎么去？これからでも请去见他吧。哎、欸，不对不对，我选错了，对不起，我选错，不是请去见他，是要那个，对不起，是自己选择吗？这里是支点吧？没有必要从那个最前面地方啊，我觉得是有的。好，我们从这边开始走。久美子さんの人のために何かしようってそういうところすごいと思います。来，位置小姐的这种为了某个人想做些什么的心情，我觉得是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私も助けられましたし。我也因此获救了。そっか、ありがとう。这样啊，谢谢你。行くぞ。行くぞ。走吧。好像这里就支点吧。好，这后面应该是一样的。我哪有排挤你啊？是你，我明明在一个很感伤的一个情境里面，你们在那里聊什么吃什么东西的，我哪知道？我哪能？我怎么跟你们一起聊啊？好啦。对啊，我明明在一个很感伤的剧情里面，你们说啊、泡面好好吃，什么加起司什么的。好啦，那我们继续。好，这应该都一样的。無理はし。好，我们看一下，如果是不一样的念。啊。好，他已经不是医生了。懐かしさとか、それを見せたい欲。作为工具，这是跟刚刚一样的。对，刚刚就在这个地方。患者さんは。我看一下这个选择到底有没有不一样。刚这边也真的很让人崩溃。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明明就说这个小孩子不存在。好。对啊，在这里。我真的非常崩溃好不好。もうこの子はいないの。就是这里。这个孩子已经不存在了。現実逃避の道具にまでしないで。不要再把它当作逃避现实的工具了。超崩溃的，他这样被消失了。じゃあ、好，那我们就继续。好，我们就继续走。希望等一下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应该是有不一样的选择啦，因为句子都不一样。好，那应该就冲出去了。那个人应该会出现吧？这边还都是一样的剧情，把他一起抬到里面吧。他就在做手术了。
私ね。这边也是一样的。実感しちゃう。出现了，还是出现啊？那有什么不一样吗？希望可以收到第七个结局。行くわ。走吧。汗を。对，这边都是一样的。東。欸？这边不一样了吗？欸？他一起出。夢。夢。我怕漏掉剧情，所以最初はそうだったんだよ。最初就是这样的，但是渐渐习惯于日常，就忘了这些。それに気づいていれば。啊，对，一样看过了。もう一度、一生罵倒されて生きるのかもしれない。我一定得接受。这边我们刚刚讲过了。刚刚是 bug， 刚刚是 bug 吗？都不知道。久美子さん、啊，这边不一样了。彼氏さんと会わなくて、因为刚刚那个她男朋友走过来，来，惠子小姐，不和男朋友见面真的好吗？斗真，嗯，会わない，不见面。だって夢だもん。因为这是梦啊，她男朋友崩溃了。現実で会いに行く，我去现实中见他。这是什么脸啊？あの、伝言があるんです。有一句他的口信。あの時の約束を忘れるな。だそうです。不要忘记那时候的约定，就是这样。哦，蓝玉偷完新露骨被发现了。好了，没有啦。点点点。ちゃんと笑えよ。約束だぜ。一定要笑的啊，约定好的。久美子さん。哎，惠子小姐。混蛋。走吧。等一下，怎么突然跳出那么多东西？约定，第七个结局，耶、yeah, ！我们收到前七个结局全部收到了，开心。好，我们继承，就继续走真结局吧。哇，就是我们解救了好多人哦，我们所有人都救起来了，现在只剩下那个。古古风，还有我。ユリ、帰るぞ。回去喽。お兄ちゃん、さっき変なおじさんからこんなのもらった。哥哥，我刚刚捡到有个奇怪大叔给我这种东西，不免拜拜。哎，百合，嗯，好。哥哥，刚刚有个奇怪大叔给我这种东西，又是这种东西，这是什么东西？恶心死了！ユリ、人から物もらうなんて言ってるだろ。百合，我不是说过不要乱收别人给的东西吗？哎呀哎呀，つまらない。啊，你还没结束，你还在哦！天哪，无聊死了。搞什么？不是吧？是环境的问题吗？变得觉得越来越无趣了。百合拜拜，不眠拜拜。还有人吗？他是妈妈啊，百合，他是百合哎，有件事想拜托你。
お願い？拜托我。そう。あなた、無意味な。百合马上就坏掉了耶！其实才出场不久就坏掉了。是啊，你对无意义的杀人已经腻腻了吧？这家伙是怎样？消してほしい人がいるの。有个想要你排除掉的人。なるほど。原来如此。さすが夢だ。願えば望みのものが手に入るってわけか。真的不会是梦啊！只要祈求的话，就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依頼で殺しっていうのは楽しくなるかも。接受委托去杀人，或许会比较开心吧。で、誰をやればいいんだ？你要我干掉谁呢？不要说是我哥哥之类的话，这样更奇怪。某人的希望。Last night， 嗯，我回家了，我又顺利回家了。お帰りなさい。最近はまっすぐ帰って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ね。最後は直接回来呢。お約束の件ですが、本日になります。約定好的事情就是今天。今日なんですね。今天啊。覚えてらっしゃいますね。你还记得吧？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解放已经顺利的结束了呢。次はあなたと古谷楓の番だ。对，就剩下我跟谷谷风了。可是刚刚的百合跟秀说了什么东西？私は。何を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我该做些什么才好呢？特別な方法を取りますので、我々にも準備がある。因为采取了特别的方法，我们有所准备。その時になれば、あなたの前に現れましょう。到那时会自然呈现在你们面前。啊、好复杂、啊。それでは方法を。这不是我家吗？要说明一下方法。あなたの夢と。古谷楓の夢を融合させます。为什么我接受这种委托啊？莫名其妙。我明明只是觉得我跟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而已。古谷楓は夢の主にはなり得ません。如同之前的说明，谷谷风无法成为梦的主人。彼は妹のドリームパスを使っていて、妹はもうこの世にはいません。他妹妹也死掉了，真的假的？しかし、あなたのドリームパスを使って夢を見せれば。所以要使用我的梦的通行证。彼とあなたが夢の主になる。哦。きっと。二人で夢の主になるってことですか？定。你是说两个人成为梦的主人吗？そうです。哦，酷。ただこの方法は試したことがない。那你还好意思称为你是管理员出这种馊主意，还说你没有尝试过，感觉会失败，真的太夸张了。大丈夫なんですか？这样真的没问题吗？我觉得问题很大哎。理屈では可能です。理论上是可行的。ただ、お互いに解放されないと。不能互相彼此解放的话，できないでしょう。就无法从梦境中出来了，对吧？お互い難しいですね。真的很困难呢。あなたのドリームパスは。少しずつ力が弱まってきている。为什么会逐渐减弱？それはあなたの絶望に立ち向かう力が強くなってきている証拠です。哦，大丈夫。今のあなたならできますよ。放心吧，现在的你肯定是做到的。对啊，百合是我的妹妹啊。不安ですか？果然还是很不安吧？哎，怎么会掉帧？はい。アリスを同行させます。ある程度のサポートはさせましょう。什么？爱丽丝？爱丽丝是谁？こちらも初めてのことなので、特例で。我这边也是第一次做这种决定，所以是特例哦。あのメイドさんですか？あ、爱丽丝是那位女仆小姐吗？彼女も夢の経験者。她对梦有一定的经验，可以派上用场的吧？さあ、来吧。彼の手に。あなたのドリームパス。把你的梦境通行证放在他手上。
收下了安眠药。それでは、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吃下了安眠药，最后变成鹰，真的假的？好吧，不可以啦。哦，通行证抱走了，成第四个吧。反正我前面都全部都走完了。メイドさんじゃない。誰だろう？是谁呢？哎，ダメだよ。不要妨碍啊。え？え？あなたはずっとここにいればいいわ。你只要一直待在这里就行了。え？え？さようなら。さようなら，永别了。啊，永别了！这留下那么多蜘蛛给我，我该怎么办啊？啊，那边卡住，这边可以进去吗？啊，这边不能进去。哎，这边有个东西，这样蜘蛛也进不来啊，对不对？哦，等等，这好多，就这边而已。啊，异界？难道是？难道说风已经被解放了？不可能吧！这个能不能碰啊？这碰了会不会死掉啊？人骨？哎呀，等等，我的血量越来越少哎，我应该不能碰那个鬼火。哎，那个石碑好像写的什么？怪物会对恐惧做出反应。我是会呛到。有梦魔在，没好去。啊！怎么怎么？你说没好去？哦哦 ，final 就最后了耶。那我要怎么？我要把这些鬼火拿掉吗？所以硬还是要把鬼火拿掉就对了。哎，我怎么会掉针啊？我竟然掉一点点，我掉0.03%，为什么？好，我把所有的东西收集到了。会对恐惧有反应，恐惧哦哦哦，你有反应了，你有反应了！天哪，还有反应了！来，出来出来出来，来来，对对对对对，来呀、啊！这边这边，好 ，OK。哎、欸，有熊！哇，主角真作者真太好了，还给我熊！哇哇，哎、欸，这可以去吗？得到了木板，木板能做什么？我们看一下，看起来是很结实的木板，结实的木板。哎、欸、哎、欸，怎么又来这边了？哇，迷失了。哎、欸，这边这边，感觉跳也跳不过去，跳得过去来看。哦哦，使用木板 ，OK。嗯，那这个要做什么？给他镇定剂吗？哎、欸，那、啊、跳过来干嘛？我是还有东西没有拿到吗？啊、我又回来了。选下面这个吗？选下面，再选下面。哦，回去要选上面，所以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选下面，再选上面。OK， 就这样。这是开灯吗？这个得选上面，这个得选上面，再选下面，再这样子，就这样子过关了。你看有没有？我没有硬 A， 好吧，我很认真，好不好？我超认真的耶，怎么竟然认识我硬 A？ 我真的超认真的解这个谜题。扑克牌梅花 K， 爱心 K， 方块 K， 黑桃 K。这里是有说谎的 King 哦。又是这个游戏啊！放着漂亮宝石，拿走变小偷了，不会来在梦里面。相当讨厌的预感，有种相当讨厌的预感啊啊！
有点预感啊，我们先走这个吧。还问我真的要进去吗？等一下，看一下。啊啊！现在说，右边的门很危险哎。方块 K 也跟我有同样的意见呢。我看一下，再看一次。反正有个人说谎就对了。我选错，我选错，我选错了。我变成什么？我变小了，这样对吗？哎，这样是对的吗？等一下啊，现在是怎么样啊？有种讨厌的感觉，看见那个乐谱，我要做什么啊？我要做什么？哎，我没有硬 A 呀！啊，所以说我选对了吗？等一下，我选对了。等一下，我选对了吗？可是我没有硬 A， 我这样子想跳出去哦，因为有最后一个是说再考虑一下之类的。好，我们看一下啦。看见了一个乐谱，咪发嗦发嗦拉西，发嗦拉瑞，我看不懂。看一下这个乐谱，有四个点，所以四个点都，好，其实这个也可以硬 A 啦，二十四分之一而已。看一个，对啊，最后一个就是你，我以为最后一个会给我们再给我考虑一下，或让我再看一次之类的。音调不会考音调吧？音调。等一下哦。可是我不知道颜色啊。就算知道颜色，哎，等一下，是这个有照顺序吗？哎，是这样吗？哎，不对，树木吗？可是我们知道树木跟那颜色有什么直接关系？应该是不会跟颜色有直接关系吧？我们想一下，没关系。好，我们算一下数目，像第一个那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十五个，一二三。是高低吗？感觉每一颗石头按下去都有不同声音。对不起，我听不出来是哆来咪发嗦哪一个。哎，那是高低吗？没关系，这个我觉得是已经接近尾声的最后的谜题了。应该是音都高低。OK， 我试试看。这个比较高吗？这个低高一好吗？谢谢，我们再试一下。这个最高，哎，我不是更高低吗？哎，不对啊！喇叭旁边放个调音器，我没有这种东西啊。哦，我有哎，哎，不对啊，不对啊，不对，不对，不对，最高在第二，是这样。哎，对对对，解决了，讨厌感觉消失了，耶，成功了，就是这个样子。
真是太厉害了，真不愧是我，呵呵。好，那看一下这个，上面印着女仆小姐。渡边大人，能听到吗？啊，有的，请把手紧贴在镜子上。那个，我碰不到。请想象自己的身体能变大，你不要忘记，你是梦的主人。我没有硬 A， 好不好？我认真的、欸。啊，是啊，我要变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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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什么东西变大？我要变大，碰不到。请你想象的自然一点，想象平常你在碰这个镜子，仅此而已。哦，变大了，呵呵。启蒙了身体变化的技能，哇塞，这个技能真太威猛了。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先手を取られて探すのに手間取りました。万分抱歉，被人抢先了，寻找花费了一些时间。一体何なんです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古谷カエルの夢と融合した影響で、古谷ユリの妨害にあっているようです。由于和古谷风的梦融合的结果，古谷百合似乎在进行着妨碍。カエデさんの妹さんですか？是风的妹妹吧？さようでございます。就是如此。ここは地獄ともつながっておりますので。因为这里也与地狱连接着。目的は分かりませんが、虽然不清楚其目的为何，好像与他的灵魂发生了干扰。邪魔をするなって言われました。他叫我不要妨碍他。妨害はこれで終わりでは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ね。我想他的妨碍或许不会就这样因此而结束。これから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那接下来该怎么做才好呢？あなたはすでに夢の主。ここはあなたの夢でございます。你已经是梦的主人，这里就是您的梦境。まず、首先，その思い出を探しましょう。去找那些回忆吧。辛い思い出ばかりかもしれませんが。但说不定只有痛苦的回忆。お心当たりはございませんか？有什么线索呢？イメージしてください。この部屋を出れば行けるはずです。请想象一下，只要离开这个房间，应该就能到达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先玩到这边。等一下，女仆的血竟然9999滴，也太夸张了吧！好，我们存在第五个。好，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好，那这就是我们第六集的 Happy End。我想我们下一次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结束了吧？我猜啦，这最后因为有八个结局嘛，对不对？好，那。我先帮八万把那个名片做上去。八万还在吗？哎，有 dash， 有那个底线，就叫杀水果吧。为什么不用想象做出一个 true ending？你这个想象太好了，不要破坏游戏规则啊！好，要去找我的 Photoshop 跑哪去了？水果啦，那个只是你的名称而已。对，我顺手先做一下。奇怪，这个 BGM。这开头的 BGM 放到 YouTube 上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好，罗伯特晚安。你不是说要叫水果吗？那就洛里吧。洛里当然就是给梨。哎，怎么字删不掉？好可怕！好，洛梨，那就给你深绿色喽。啊，水果，哎，那水果要给什么颜色啊？黄色吗？水果，那要什么颜色呢？看一下，先有什么颜色。那就给你水果要哪个颜色啊？
橙色好了，就想到琵琶跟若离加起来，绿色加橘色等于是什么颜色？好了，橙色好了。君傲，哦，我不知道哎，我记君啊，不要看错了，是君傲的，应该不是，不是。我查一下。我忘记了，对。好，我先给他橘色好了。歌真的没问题吗？我觉得这歌会有问题耶，怎么办？啊，对对对对对，应该是烟雨说的那个 Raya 吗？ Raya 吗？我不会念耶。奇怪，水果有没有做过啊？我都觉得有做过耶，因为你有帮我做过啦，我应该也会帮你做啊。这里，OK，Nice，就这样。好，我会买啊，我会买这款游戏，我一定会买，对吧？我换电脑就是为了玩这种游戏啊，不是啊，没有换电脑啊，只提升一点东西而已，就是要玩这个游戏啊。提升处理器跟显卡，就是要玩这个游戏。好啦，那就这样子吧。嗯，蓝蓝遇见还在，我以为他偷偷去跑玩新入股了。换啊换啊，都换，全都换。当然啊，我大概剩下一点点嘛，大概一个小时就有一点一个小时时间。可是我现在玩一个小时真的太久了，对吧？周间如果能开台，我觉得最近不太可能开台。周间没关系啊，我 YouTube 会一天放一集啊，刚好一个礼拜，刚好放礼拜六。看可不可以礼拜五就玩。如果礼拜五我九点半能开台的话，我就开九点半，就玩一个小时。对啊，彩婷你好恶心哦！显卡到几 G？ 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显卡到几 G 什么意思，是记忆体吧？我记忆体16 G 啊，应该是记忆体吧？当然要放16 G 啊，8 G 不太够。我下面有写规格啊，对啊，我规格应该改了，对。还是说显卡那个里面的那个四 G 的那个那个什么东西？我忘记了怎么讲。说这啊，说耳朵流什么东西，感觉好恶心哦。润便宜啊，对啊，可是你要改颜色，你要改什么颜色？可以啊，现在改啊，我差不多要关台，就顺便改。改什么颜色？要改红色，天哪！5G 就1000，有5G吗？
没有这个数字吧？怎么会5G？ 8G， 现在 8G 不用那么贵啊。DDR4 应该只要800多一点就有了。对，我的那个我的 8G 是800多元的美光的，现在 CP 值蛮好的。米库要红色，好哦，彩婷晚安。我先把那个米库改好就差不多了。今天太晚了，明天要上班了。米库在哪里啊？它应该变了吧？那还要重新刷一次哦，麻烦哦。米库，红色好看，好啊。OK， 就这样。好，米库改好了。对啊，彩奈是我喜欢的声优啊。他声音我蛮喜欢的，所以说就这样。对啊，主打彩奈。好啦，那水果晚安喽。哎、欸，没有啊，水果没有说拜拜啊。哦，水果拜拜，刚刚漏掉了。好啦，这差不多了。这没什么好自爆的、啊。他配的音的那个的角色都是很有自信的那一种女生，对吧？真的好变态，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吧？你如果看一些动画什么的，你应该会选，应该就会有喜欢哪一个？什么？我不知道那个凯撒在说什么呀。我鼻子好痒。好啦，那就差不多这样子了。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我周间就是每天会上传一集那个，现在声音会不会太大声？好，我每天就会上传一集那个 The Happy End， 一集 Happy End 的，对，就上到礼拜五。现在上传一集了，还有五集会上传，就刚好到礼拜五，对吧、啊？把它传完就是那天我会实况最后一集。好，那就这样子。那喜欢我的实况可以按个追随，也可以到我的 YouTube 按个订阅。好，那今天就玩到这边。那个好，那久闻拜拜咯。还有我刷新一下我的观众名单，蓝蓝玉拜拜，还有烟雨拜拜，不眠拜拜，还有凯撒晚安咯，还有 CB 晚安，彩婷晚安，米库晚安。 OK， 好，那就这样子，那就我们就下礼拜见咯，大家晚安，拜拜。